我们今天玩三国的手游。那接下来我们副本一样可以继续增长下去。那上一集主要跟你们讲玩法。那它比较一个特殊的是，它可以直接跳过。那这一集跟你们讲一下它的。就是这集跟你们讲一下他的那个，有手抽，手抽蔡文姬，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换将。这么可以跳吗？这人就有两倍数啊，你可以进武将的升级。还不赖耶，我觉得。那你这边可以去领奖，去一些等级奖，这什么鬼？这边有任务，这样。这边就是这么，这个完成任务，这样完成任务就可以一直下去了啦。那因为影片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先给你们介绍一只武将，他其实就是以武将为题材，是啊，这边你们就一直弄下去。就这里扫荡，哦，两倍速开启 ，OK， 我们到这里吧。